觉得林香志不太对劲。过了一个周末呀，说不认识徐幼树了。徐幼树是谁啊？不是我害你摔到脑袋了吧？我有一种病，让我对朋友的记忆只有七天。那我会每周都想办法让你记住我。你好，我是徐幼树。我不想跟你成为朋友，你别再接近我了。我劝你别再找了。我问了和平高中的朋友，他让我离你远点儿。我这样的人没有资格跟任何人做朋友。我不怕你忘记我，因为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但是你对我一点都不重要。现在知道真相重要。林香芝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去找他只会浪费时间，浪费人生。别说，香芝。林香芝，这次让我陪你。